今天是我们八二二区，这是我第14天，今天是我个人的第2个夜盘，马上要进行了夜查房，特此纪念一下。现在在床的病人有34位，然后危重病人有4位左右，然后一床和36床已经告病危了，然后上去看一看病人的情况，然后再适当做调整。目前我戴的口罩也不是 N95 口罩，都是工业口罩，然后我里面穿的隔离衣也是薄如蝉翼的隔离衣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尽手中的力量吧，让我们医务人员的血不要白流。我们脚上穿的都是这种绿色的塑料袋，一次性的垃圾袋，然后呼吁政府，然后呼吁广大的同胞，然后能给我们捐一点物资就尽量捐一点物资，让我们不要没有铠甲赤身裸体的上战场。